起来，站着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要讲历史，但是即卖在讲满清，安那第四集，才第四，因为哦，满清统治台湾哦，为1683年到1895年，时间上久，213年，213年的时间哦，唔是讲讲一集就讲煞。啊，我分做可能5-6集爱再讲会完。啊，讲会完的时阵，我逐回吼，拢讲无同款。为荷兰时代直讲直讲，讲啊，即马讲啊，满清啊，满清以后嘛讲日本时代。所以各位回去厝的吼，会使看电脑。44集你有看过？啊，看45集吼，啊，都讲无同款。啊，46啊，无同款。吼，啊，你就咱们厝内使欣赏啦吼。啊，即马是咱们家你就在讲啊，我咧在讲满清统治台湾，吼，啊是安怎统治？啊，以前讲过的吼，我都无个重复啊吼。即、這个满清统治台湾吼，禁止移民呐，不爱何人来台湾，啊，那不爱何人台湾，那禁止人来台湾。台湾只阴卡目咧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爱来台湾咧，啊，袂使，伊禁止，因为台湾是吼叛乱的所在，迄、那个所在拢是敌民，嘴巴讲同胞，其实是敌民，敌人的人诶人民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防范官吏甲兵军队背叛。禁止家属同行，你袂使娶某囝来台湾，哦，甲你禁止，因为你若娶某囝来台湾，你踮台湾时滚了哦，一定犯，哦，袂，袂使，哦，阿妈台湾人袂使做兵，即吼，即清朝的兵吼，即个在香港吼下起兵。啊，台湾人干来会使下只用，用干袂用，吼、哦，下骹有毒吼，咱看会着吼，这是满清的兵，伊会生这款，吼、哦，这个是爱用，用干袂用，啊、哦，这个是爱用，啊、哦，无共，水准无共款，兵的武器较好，用吼、哦，武器较歹。一个，伊那边禁止，因为满清哦，心惊惊。满洲人是人口无到1%的人，去统治汉民族计100倍，啊，汉民族是奴隶民族，哦，和1%的人管268年，啊，我管啊怀疑个，啊，所以满洲人满人无法度派兵来台湾。啊，来台湾的兵拢是汉人兵，所以咱有反长沙，无反满洲。台湾人3年一小反，5年一大乱，拢无反满人，都反汉人来台湾哦，外国起错啦，哦，这长沙人外国起错。啊，满洲人心存恐惧，把台湾列为敌境。把移民当作奸民、盗贼、流氓、敌国之民，所以禁止移民来台湾，安就清楚啊！哈、哦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哩这是一张图片，兵甲用的区别，好、哦、啊，实际上的相片，这是较捌满级的兵啦，哈、哦，满洲兵哈、哦、是安尼。这大概吼、哦，写多里地区啦，啊哈，多几个地区啦哈、哦。但是你禁止还禁止，偷渡来台湾的人不少，大船袂使来，
大台轮都给你禁止，就大台轮拢互控制掉。但是小台轮你都去安尼去定一个帮阿船哦，哦，啊小台轮啊载七八个人啊都要来啊，无嘛无胖往个过诶，哦哦，胖船较大台嘛，哦啊往个过诶，啊过诶船哦，所以咱有一句话。经过乌水沟，十起六死，三楼一回头，十个经过乌水沟，六个死个乌水沟，啊，但四个人会到，啊，但四个人会到，买一个一个人搁转去，三楼一回头，哦，就是你就知讲，迄阵要来移民，要来台湾的艰苦，哦，所以来台湾的人，拢真勇敢的人，才有法度来台湾。经过偷渡，还佫有一个方法吼、哦，中国人哦爱钱，把钱，哦，塞红包啦吼、哦。我细汉的时候，嘿，安内中国人来，来讲恭喜发财，嘿，听了够是真很刺耳。那发财讲爱大声，哦，我以前受日本教育吼。讲发财，这是干咱真见笑的代志吼。我、哦、诶，中国人讲发财哦，恭喜发财。哦，啊，一个吼，土地吼，各地土地拢伊个啦。啊，你去开垦，开垦一块土地吼，开垦煞，你咧种哦。诶，完全政府官不是，这块土地我诶，这块土地阮小弟诶。你爱该立，迄落产租，哦，啊你安尼去开垦叫做私垦、盗垦，哦，啊这是贪污的真好的机会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也够，啊你安怎来台湾咧？师出外境，违禁下海，啊全都甲你种种的罪名啦，吼、哦，挂你的身躯啦，吼、哦。基本上要絕根絕翰林来台湾，哦，以严格规定，台湾股民跟汉人躲台三禁令如下，哦，其中有一点禁止潮州、惠州移民，因为遐拢是海产，禁止移民来台湾。潮州、惠州是讲客话的所在，所以客人吼、哦、来台湾较慢，有道理啦吼。迄阵西龙都是有一条命令伫的吼，吼、哦、啊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派来兵啊吼、哦，派来官员吼、哦，袂使娶某囝，都、就是安怎呢？甲你的某囝当作邻居，你若他们台湾吼、哦，甲作乱吼，我都抬恁某，抬恁囝。这是禁止带眷属了、哦、啊，打台湾的这第一个将军就是西龙了、哦、禁止客家人来台湾。哦，所以他都要讲，客家人来台湾较慢，啊来较慢，伊要开发的所在吼，竹联吼、哦，开发较山区的啦。新店吼、哦、苗栗一带啦吼、哦，啊，加迄个屏东吼、哦，较挖山区的所在，哦，啊，因为好的平地拢向占去啊嘛，哦，所以这个，所以伊会较慢啦吼、哦，啊，200多年来，甲台湾看做敌境，完全政府，但是澳洲人吼、哦，你这个时间推几个？这个台湾啦，吼，所以破天荒该为奖励移民，但是已经经过200年啦，吼，得奖励移民啦，吼，1870年，离台湾割日剩25年吼，得奖励移民政策啦，吼，迄个时候台湾的人口差不多250万人啊，得奖励，吼，所以。不是说满清政府都禁止移民，他也有奖励，
只不过是213年中间的25年有奖励，安尼来念。好，这是一个地图啦吼。这珠海、这中山吼、新深圳吼，香港就在外口啦吼。好啊，汕头。梅州、惠州、惠州吼，这就更大个所在。哦，这个在新加坡的台的移民吼，拢讲潮州话嘛吼，啊，潮州话就是跟咱河南话差不多吧。哦，就是为广东吃去吼。哦，潮州，这是广东的广东，所以这个咱这个河南话吼。是上吊的官话，上吊的时阵的官话，因为上林吼发明文字，咱写的这挂汉字是上林发明的，吼、哦，不是这个北京人吼、哦，啊，北京话是吼、哦，咱叫做咱讲的，咱讲的河南话叫做吼，黄河洛水迄代讲的话，啊，迄代就是中原的地带，吼、哦。即款的话吼、哦，叫即卖叫即卖学者该叫做上汉语，上调的汉语。啊，北京话是最近1000年在北京讲的话，即叫做吼、哦、湖汉语，湖人讲的汉语。那叫做湖汉语，嘛爱有道理讲互听。因为北京话，咱即马台湾人讲，伊叫做德奥话啦，哦，啊，那叫做湖汉语。因为最近1000年吼、哦，他们遐建立首都的是辽，辽金元明清，吼、哦，辽耶律阿保机，耶律阿保机吼、哦，金南北宋对抗的时阵吼、哦，辽金元蒙古人吼、哦，明。汉林吼、哦，我讲啊，过来朝代汉林混200多年，清温州人啊，所以遮讲的话吼、哦，叫做湖汉语。今仔日杜牧师有讲到一句话，我感觉讲伊讲得真好。咱台湾话吼有8音吼、哦，其实咱有15音啦。吼、哦，咱讲的话敢若在唱歌咧。吼、哦，啊，北京话吼、哦、有4音。讲起来嘛，有加一个清音、5音啦，所以伊讲的话，甲咱讲的话吼，咱讲的话吼，哦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哇，足甜的。啊，你甲翻译，要安怎用我北京话讲？要用我汉语讲，无法度啦。哦，安尼敢若在唱歌咧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吼，这进入地图是安尼啦，吼。啊，这个是。这是政策的演变了哈，统计了哈，213年中间，大部分都在禁令不使来台湾，90%以上拢是禁止人民到台的敌视状态中了哈，90%的时间拢敌视台湾。完整的版图吼、哦，不是拥有台湾转舵。咱有听到迄个秘书长话在讲，哦，这一颗一颗安尼，敢那残的吼，吼、哦，敢牛啊吼，啊安尼，迄是西部已经开发的平原，啊，刷到山区的吼、哦，拢叫做后山啦，无名啦，连名都无啦，哦啊。最近这几年哦，花莲的选举叫做后山选举啦，哦，啊，其实哦，宜兰嘛是后山啦，哦，啊，宜兰、花莲哈、哦，台东拢是叫做后山，拢无名啦，哦。完全政府防止移民有武器，对会使制造武器的铁
铁的制品拢袂使即个，啊嘛袂使吼禁止竹仔的采伐。竹仔有啥物路用？咱着台湾人吼，竹仔下回尖着德国倒菜刀都甲你下咧。吼、哦、啊，竹仔是真尖的物件咧吼，你若下回下回尖尖的时阵吼，都是一种武器，所以嘛禁止。彩蝶啊，吼啊，做钱有有钱蝶，另外一种啊，吼，哦，啊，对台湾哦，一个封山令，你袂使去山区的，吼、哦，袂使去山区的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马伫台北有一个所在叫做捷运站，叫做古亭啦，吼、哦，古亭，古亭是啥意思呢？是拍鼓的亭啦。拍过弄过，啊！即款刚才写是古早的古啦，吼！啊，其实一个一个梵文啦，吼、哦，拍过的过，就是惊迄个原住民出来出草，吼、哦！啊，他们固定啊，一个公馆，哦，公馆就是兵啊住喺遐，迄个所在叫做公馆，吼、哦！啊，啊，这个就是1683年，即可谓啊，完全将领占领。哦，啊、当时猪肉乖，为食到食。哦，啊台湾乖是这个，啊这个台南是叫做台湾府。哦，啊凤山乖。哦，啊、人口无要紧啦吼，当年拢会增加啦吼。哦，啊这个。哦、啊，啊，无要紧，即人口增加，咱都免该注意看吼。哦，但是我咧写历史吼，即个资料吼，你若要研究吼，你都一定爱去查迄个人口数，迄、那个时阵的话，做人口数，吼、哦，会拢会查会到吼、哦。啊，台湾人吼、哦，致力建设台湾水利，那水利建设是致力建设，完全政府。那政府不爱出力来建设台湾的水准，因为满清的官三年官嘛，三年官两年满，两年落地啊，地啊满满满都倒去啊嘞。啊，要甲你做水利要创个，做一个水利无十年的时间做袂起嘛。哦，所以咱台湾人水利建设家己做，哦。完全政府对水利的开发根本不参加，无利可图，嘛无远见。哦，但是台湾水利吼、哦、完备吼、哦，荷兰的稻啊吼生产一年吼、哦、能挂三遍。我这样代志吼，我去问迄个一农业专家，伊去越南，我讲越南的气候比台湾较好。啊，越南的稻啊，印尼的稻啊，一年挂几遍？你知影无？一遍。为什么一遍？因为看天落雨啊，有落雨，雨水来到我阿个，啊，我阿个在大涨嘛。啊，咱台湾不是，咱有水准力，叫水来，水就来；水停，水就停。好、哦，啊，一年来给你压三遍，啊，你三年都，一年都已经收三倍。干那迄块土地，吼、哦，即对台湾人吼、哦、有困境拍拼，吼、哦，即卖先讲，1680年吼、哦、开发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叫做北堡圳，北堡圳是伫倒位，北堡圳阁叫做西厝圳，是一个是姓西的吼、哦、开发的吼、哦，北堡圳就是即卖位。为南投的丽水，彰化算彰化南投的丽水，就是咱的总理的故乡哦，丽水乡哦，哦啊，另外咱的迄、那个，咱的台国台中酒店嘛是丽水人，哦，政治人哈、哦，啊，搁一个政治人做客的哈、哦，在高雄做医生啊，迄嘛是丽水人，哦，啊，搁一个做个副总统的。中华民国做副总统买丽水人，哦，
迄离水是真重要。为遐吼，北保准为遐甲你开另外一条水路，落水溪还落水溪，啊北保准还去即个水吼来灌溉，哦，啊，一七四零年一个郭启柳，哦，即做一个叫做柳公船，即个台北。柳公船为多行多呢？吼，为新店，吼，行个上山机场，吼，经过台湾大学，但迄个台湾大学边啊有一个新生南路，新生南路那遐宽，唔是遐宽，迄本来是中高嘛，对对对，下骹个高啦，啊，行去新生北路。啊，所以新鲜北路直直行是上江路啦吼，啊，但是伊个做到弯去吼，就是弯去即个新鲜北路啦，啊，新鲜南路、新鲜北路吼，哦，这都是柳公船吼，哦，啊，哎呀，个大安船啦吼，福安船啦、五里船啦、五峰船啦吼。真侪拢私人开发，哦，私人开发的，政府无做，完全政府无插个你，无出个一个力啦吼，拢台湾人家己出力吼。啊，伫洪山，一个洪山船，哦，各地吼拢家己来，哦，咱北保船。讲北保船对西处船哈，姓西的人哈，哈，就西社邦这个人哦，伊开发的，哦，啊开发，伊这个人是一个有钱人，啊有钱人伊愿意为台湾来贡献，啊所以做这个北保船，啊那叫做北保船，经过八个堡，哈，八个所在啦哈。啊，开发几千家的土地吼，哦，啊为中华丽水乡设圳头，吼，哦，引用落水溪的水来压，哦，啊，这我特翻去翕的，这我2002年在一个吹过去北部丽圳，哦，取水口，哈，哦。他们迄个做在翕吼，为啥吼？最笨的两条，吼，哦，啊，船吼，咱台湾的溪吼有一个特色，水要来的时阵一大堆啪，啊，水去就无去了，啊，你要安怎甲水流掉的？要安怎甲吼？这个水吼，吼风台的时阵哦，啊，水就来个一大堆，要安怎甲水流掉？他们设计一项东西叫做霸浪，哦，这个霸浪，哦，我有拍一张图啦，哦，这张图给你看，哦，这张图是在这个在丽水拍的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应该是倒掉的，哦，现在是把你拍站起来，哦，来对放石头，啊，石头几个，啊，这样倒掉的啊！直直贴，直直贴，直直贴，直直贴。所以水若来，石头有冻水对无？有冻，啊嘛有哦，水流出去。你袂使个水完全个冻起来，有水完全个冻起来，你就做水灾啊！你吼，啊嘛爱回流哦，爱个一贯型的两种型啦吼。哦，即嘛去翕嘛是有，第一工去工吼，我有去这个丽水啊去翕。啊，设计这个人哦，一个姓林的，啊，无讲名，所以吼，哦，佮起一间庙叫做林先生庙。哦，迄只来咱为这个去丽水，我讲啊，林先生庙伫倒，吼，哦，哎，欸，而且这个总理讲，哎，欸，啊，你乃知有林先生庙，哦，我知啊，来对拜什么神我嘛知。
这林先生庙哈、哦，所以这里离水哈、哦，去一间庙叫做林先生庙，这是咱台湾头一个水利设计师，哈、哦、设计，哈、哦。这满清政府占台湾213年中间，有3个大水利工程，北部柳公圳，计是。郭西柳北阿健所起的柳公圳，即卖也卖也个地个。中部西势棒棒吼，北部圳，南部周公圳吼、哦。啊，其中北部圳起个上早，面积也上大吼、哦。所以以后，甲西势棒尊称台湾水利建设的祖师爷。啊，保存吼、哦，沿路吼、哦，经过八堡，日本时代经过一个市14个街庄，哇、哦，目前吼、哦，都市是丽水、田中、社头、园林、大村、花坛、秀水、秀水，你知影以前叫做啥？哎，叫臭水。嗯，你捌去个？我去遐都讲秀水，哎，讲无，这叫做臭水。秀水啊，在怎样叫做秀水？鹿港、参北、永靖、博新、溪湖，吼、哦，等等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北堡圳吼，本基八，一主要干道吼89里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延长北部分230多里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林先生庙，林先生下一家来对，吼、哦。啊，这。西施长林的西社棒，好、哦、啊，另外一个就是王世清呐，哈、哦，王世清哈，哈、哦，当时在一个找过我去下，哦，有人带路吼，啊，才知影讲后边安怎去，哦，日本人占台湾吼，吼、哦，的时阵吼，专甲这个西树八宝船吼，改做公有了哈。哦啊，专甲这个大干吼、哦，郭先生做镇长，管理镇务，哦，这都是甲你抢啦，甲你抢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丽水我头拄有讲个，都、就是甲水分做两条啦，吼、哦，叫做丽水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吼、哦、后边的人吼、哦。去画这西势棒到底是做什么款？吼、哦、啊，安尼哦，要给你看，给你看一下安尼咧。好、哦，啊，柳公圳吼、哦，柳公圳在开发的时候吼、哦，真头壳疼，头壳疼是安尼咧。柳公圳是为新店，啊，新店行吼，爱经过金马区，啊你。你船要经过什么溪？啊，不就去个溪，甲溪拍相通，就去流个溪落去。哎、欸，因想一个办法，啊，无当时无遐巧吼，无吼，因吼、哦，这里是郭西柳吼，诶图片吼，伊吼。起一座桥啦，好水在行啦，啊水在行啊，下坎就平平对不？啊你水会行的，啊人嘛会行的，人腾只坎嘛，等下电脑行的，啊行的都行歹去嘛，定了嘛叫风行歹去，啊买酒安怎做？买酒做 V 字形，你歹行嘛，你行唔到都淹到家己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就无行，都爱个行咧开对去，为经尾开安尼，啊，那个爬起来。啊，即马安怎创呢？即马是哦，做水泥桥，水泥桥下骹哦，较大坑，好，顺到的水哦，为水泥桥下骹过，哦，啊嘛是行过经尾开过，哦，啊那工程要较大，你会使挖开挖一个。隧道啊，安尼恶个，我看个，但是迄问题嘛真大，吼、哦。
啊，准刚吼完成了吼，这郭熙六死去，啊，伊个囝郭元芬吼继承，吼，吼啊，甲迄个平地平地个迄个高吼，改做尖地，称为菜刀尖，吼，伊要行菜刀尖，你袂行个就对了，不爱让你行了吼。啊，南部有一个周公俊。哦，姓左的啦，哈，哦，左公俊啦，哈，好，啊，这个，这是讲水圳的开发，哈，那台湾哦，那一年有啊多人挂两遍丢啊，啊到三遍，哈，两遍是北部、中部拢会使挂两遍，哈，啊，南部有一挂会挂三遍。1709年，泉州人陈偌东移民来大加拉，哦，大加拉，台北一带，加拉应该听过吧？芒果，芒果，加拉，哎。哎，伊个，伊对哦。阿邦个，伊名是安怎来？邦个哦，是淡水河边哦。啊，迄个原住民开船来吼、哦，啊问讲，你迄台船叫啥名？伊讲，即叫做邦个。啊，所以迄个地名叫做邦个。哦，本来是讲船叫做邦个，啊，即话船，它变做。变做迄个都市的所在，迄个地名啦吼，漫画。日本人来，佮叫做漫画。即个有一个展览会啦吼，台北大加拉黄昏吼，300年吼。台湾北部的鸡人，鸡人的正式的名是写安尼写啦吼，较早的名是安尼写，啊，即嘛叫做基隆啦吼，哦，就改名淡水、金包里、基里安，哦，啊，一个基南部，基南部就树林啦吼，各地都是。开发啦，吼，咱台湾人踮遐开发，哦，汉人的村落哦，渐渐做起来，哦，哦，啊，这是一张哦，即马来地图啦，吼，地画啊，即马安尼看都袂清楚，鸡笼、淡水、金包里、基里安、甲基南部，哦，有画红点的所在，大概都是伫讲的所在啦，吼。哦，啊，即马你若要去。旅行吼、哦，要去看这吼、哦，会看到金包里老街，有看到吼、哦？好、哦，到个1875年吼、哦，满清政府撤废封山，搭甲你讲，你会使去山顶。1875年，1895年。过几20年啊，你啊都日本人来啊咧，哦，啊，这个所在吼有真侪温泉，什么叫做温泉？隐田呐、啊，因为满清政府哦，垃圾人哦，垃圾官哦，你有几家？你有10家，扣10家税金，啊，你讲我有5家，扣5家的税金，啊，推推的。啊，不，啊，村的国家叫做温泉，温起来。啊，无不会来对。啊，这个哦，要就日本人来，问你有几家？5家。哦，啊，你5家，对咯，而且也5家。啊，日本政府在鹿港一带哦调查哦，中出400家。啊，400家要安怎从？好，郭元宁啦。
郭英莲就爆掉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安尼爆掉。嗯，当然咯，哦，你要爱怎样讲？哎，以后个爱独立是安尼来的嘛，哦。哦，啊，这我都无去详细讲，伊个当时年代，吼、哦，有偌济园有几家，或者田园，吼、哦，啊，有合计有几家，吼、哦，有田偌济，有园偌济。什么叫做田？什么叫做园？有水叫做田。哎、啊，对，哎，你内行的。这咱都无该详细讲啦吼，但是爱互你知讲，我写的书内底有一寡资料，你若正经要查迄个时阵哦，会使去查啦吼。满清政府为定时王朝哦，继承了荷兰人的殖民统治的体制，哦，台湾的田园无予当地台湾本地人。拢予新来的统治者抢去，敢那连战吼讲有厝，几若十间，几若百间哦，安怎来？土地就是安尼来。讲予你听，啊，你家己爱土啊。无啦，你若毋知影，即有历史的记录啊。啊！因为我都知，因顶期有讲到，因老爸吼，因阿公啦吼，因阿公吼，连环吼，人讲食鸦片歹咧吼，因阿公写一张鸦片有议论，伊安怎有议论呢？伊讲台湾人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，是因为台湾人勤俭拍拼以外。我吃到福寿果，福寿果就是鸦片、哦啊、所以日本人给他300块、啊、台湾人给骂了臭头、啊、全台湾带不掉连横、哦、全、哦、300块债走去中国陕西去带在窑洞里面、啊、是就连战连战人敢含着金汤匙 出生艰苦到要死去的哎、欸，连晋东吼嘛是歹命嘞。中国人的观念是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嘞。连晋东走去做去读黄埔军校，敢毋是好东西？我安尼想就知影嘛。咱用历史的记录来看，啊，都当时拢无钱嘛吼，啊，来台湾接受大员吼，啊，冒着。啊，先讲满清来台湾的时候，西隆吼、哦，甲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吼、哦，就抢去7000多家，哦，就是讲，迄阵台湾的已经开垦的土地18000家，啊，伊抢差不多一半去，哦，所以伊要收租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收租吼、哦，10个所在，哦，这有10个所在是。要按照收租这个所在去收租，现在就是讲哦，收租的所在10个。啊，满清政府对西隆哦无放心呢。你在台湾，你袂使，你来住北京。所以西家西厝的后代哦，拢住喺北京。哦，啊，那有战争来去台湾拍，啊，无战事转来北京住。啊，互你通包。阿里党报告个日本人来，全大概这个制度给破坏，哦，这个平湖吼，我起一间庙纪念西隆，哦，伊这设立10处的西贡主管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块钱吼。由政府上到北京，哦，
阿扎台湾农民213年，到个1895年，日本政府来台湾了，才终止。你看我，我看有偌好报了。哎，不会个袂记诶！你要知有钱人甲无钱人差多位，即块就大差哦。这是性理财啦吼、哦。啊，一个唔止干那贪污迄款啦，你得骗我嘛是规定每年的礼金1200两，爱交去北京和西隆，所以西隆对台湾哦压榨。满清统治台湾213年的期间，迄田的迄个开发吼、哦、增加20倍，变做60万家，啊、哦，60万家温产啊算在内，人口增加12倍，吼、哦，到达250万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如何将台湾人开垦出来土地？占做满清政府官员，诶，有一套方法，吼、哦，就是你要开垦这块土地，你有没有垦造？你有发执照给你无？你无发执照给你，啊，你开垦，你这私垦充公，好、哦，国土的认定，国土的认定就是讲，你既然开发了，我无甲你认定。还准备要给他外国了，哦，那认定对变作国，完全政府的嘛，哦，那个三界层的土地所有关系，都是有大租户，有小租户，有佃农，哦，啊，台湾人拢做佃农，啊。啊，这是当时的一执照，这是铁证，就是讲你爱有这执照，才会使去开垦这土地，哦，哦，这垦造，哈、哦，这开，这就是，啊，伊甲这个物件，哈、哦，和特定人，啊，因是，今仔日迄个，咱迄个总理是讲一个迄、那个。圈小圈圈大圈中圈圈大圈圈一直圈上去，哎，就是这意思。满清政府全力来统治，哎，统治阶级的官员的亲朋好友啊，退职的文武官员，这几个人哦，看来哦，拢贪唔到。被称为垦守，垦守是不费丝毫劳力的，哦，就是讲，你垦守就是讲，这个田的主人了，吼，啊，你这根本哦，无用劳力了，吼，哦，所以吼，宜兰五山去开发了后，布吼都有田。规格，这是属长的，这是属单的，啊，报回后提起好，总督带领，总督带领哦，前两年较紧哦，勉强答应，因为伊不太外国嘛，已经做好一切做好，这边送你的，送你完整的国土的哦。啊！阿姨无法度在，无法度在承认，这宜兰吼，诶，土地是安尼吼。啊，结是啥物意思？因为五山去开发的时阵吼，开发的时阵叫做头城。啊，然后哦，这哦，你这个家族一结，哦，去开发这个所以叫一结。啊，另外一家族去开发，就算二级，啊，三级、四级、五级在多哩在？二
宜兰呐、啊，对啊，在宜兰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中国结的吼，啊、哦、啊、哦，所以有满清的肯造的人哦，发大财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哦，在这满清的制度下。跟你说你倒肯私肯，所以三年一小犯，五年一大乱，不得不发生嘛。所以我们台湾人，如果有人话说反正哦，我也要，你不管住在哪里都也要，哦，那就清朝的官员就拿到台，清朝的官员就走，哦，这是本来是丁氏王朝的时候，丁成功的时候是开发差不多一大堆这堆啊。丁成功吼，唔捌去台中，唔捌去英国，嘛唔捌去剑潭。啊，我吼细汉的时候听讲剑潭是丁成功自己检查的啊，迄种胡说八道。啊，伊个去英国吼，英国招来对讲有两粒炮弹是丁成功拍的。黑马龙胡说八道，哦，之前讲无去个顶头的，啊，一来台湾钱就死啊，啊，这满清的先开发的，哦，这他都有讲过，三战土地的关系。这土地上管的管理者叫做大租户，叫做又称为垦守了哈。日本人来台湾了，大租户放弃大租管，大租户纷纷都会大陆，哦，啊，日本政府趁这个机会都拢给你取消。啊，小租户就是咱这做产的人吼，啊，小租户直接控制着土地吼，小租户进入农业产品的代言人吼，但是台湾的经济国嘛是发生有变化。变化是开始制糖、茶、樟脑、土壤茎，什么叫土壤茎？土壤茎。A 七个土壤茎，哈哈，哦，开始有。有去发电了齁，齁，所以当时齁，当时真不平等了齁，啊，你做产的时候先交一些钱，啊，快要成立的时候又交一堆钱，啊，还有替租，什么叫替租？你不管发生风台大火，你的租金较高替租，啊，还有个口头契约，啊，日本人来了，都给你取消一寡物件，让你这个社会平等，哦，所以日本统治台湾哦，是对台湾讲起来是有利啦，哦，对台湾人讲起来有利，哦，啊，当时的人哦，日本在1904年哦，大租户38,000人。小租户300,000人，哦，农户75,000人，啊，所谓台湾五大地主，台北林本源5,300家，啊，大武就是武峰啦，吼，哦，林献堂1,500家，哦，啊，村里有500家、800家、700家，哦，所以即马。林家花园齁，
哦，那遐呢？啊，林家花园哦，日本人来的时阵哦，甲这个武峰的林家哦，日本人来的时阵哦，拢走，大家拢走，拢走去中国。啊，去中国哦，去用叫做带包，啊，到一只一只个回来。啊，因为那叫做带包呢，台湾凭中国较发展嘛。啊！你去到落后的所在的时阵哦，人都甲你卡油嘛，你较有钱嘛，甲你卡嘛。哦啊，所以一个一个拢倒来。哦，所以武峰林家阁倒来。哦，啊，这个邦桥林家嘛，都倒来。哦，哎，还阁偷渡来台湾的吼。哦，这是台湾本地人。台湾本地人，和人讲叫做啥？叫做流氓、逃犯、盗窃、奸民。哦，所以对外来的统治者吼，咱台湾人对抗传统，一直留在台湾人的血液中，到到今日。咱对抗传统吼，无法度，一直到今日拢对抗传统的通敌，啊！但是因为满清家迄土地一大半的土地拢是还那的嘛吼，拢原住民的，啊！这吼原住民就出现就叫做还大租啦，吼还那做租人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开发宜兰平原，宜兰吼、哦、叫做。卡马兰，这拢是卡马兰的写法啦。加基兰，啊、哦，加基兰，啊是其实英语哦 ，K A V A L A N 啊，卡马兰，啊，这就啊，恁基兰人哦，卡马兰，啊，卡马兰哈。哦啊，咱后壁以后叫做后山啦，吼、哦、吼。平埔族对，平埔族，吼、哦，嗯。这五山的相吼、哦，这张相片哦，是以哦五山的后代子孙的面貌哦推想画出来。啊，唔知有成啊，无成嘛，唔知。好、哦，五山啦，哈、哦，五山开发宜兰啦，哈、哦，哦，小蛋，望下快看会到啦，哈、哦。五山是漳浦县的人啦，1731年伫福建生的啦，哈、哦。1773年来台湾，已经43岁啊！吼，啊，伊会晓做生意吼，啊，常常要结合汉人，吼、哦，做伙来开发卡马兰，吼、哦，啊，先甲淡水的人到甲卡马兰交接的三雕虾为基地，吼、哦，啊，他们也开发。哦，这大概三条线，大概是啊，因为宜兰行海线行来，哦，啊，即马只大概是头城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你若要去开发吼，予你一刀米，一支波头，予你入山通。错碟啊，错茶，哦，错顶，抽顶呐，顶那我抽的哦，哦，
哦啊，抽筋啦，所以伊叫做抽筋啦吼。啊，伊去开发即个研究所在吼，漳州人占90%，漳州人上侪。啊，漳州啊嘛有泉州人，啊嘛有客人，吼、哦，伊拢无分啦。你若要去，拢欢迎啦，吼、哦，拢欢迎。啊，开发啊，当时。哦哦，女女，好，清代宜兰地图啦吼，哦，啊，这条叫做罗水溪啦，甲迄个中华迄条个罗水溪是无共条啦，这条是，这条是。行太平洋的，迄条是直行台湾海峡的。好，啊，伊开发的时阵，都甲原住民修建，啊，修建建书，建书修上来。但是过当年，原住民流行天花，死真侪人，啊，五山过去甲伊。啊，原住民刚刚讲啊，这五山这不是歹人，好好说，家你装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宜兰是安尼开发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吼、哦、十外个人一级，啊，围就是十级叫一围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连小山开二围甲三围，还个有啥物围？有，一围二围有无？即卖有无？改真侪条吼，而且大概乌石港了吼，还是第一只乌石港，哦。啊，五刷死了，伊会得啦，五花继续来开发，哦，啊继续来开发，但是满清政府哎、欸，看你这开发嘛是挡袂掉嘞。就给你鼓励族群械斗，让你内底分化。但是内底分化哦，就给你漳州、泉州跟客人吼、哦，让恁落去分类械斗。但是漳州遐个人吼、哦、占90%，所以吼、哦、无法度吼、哦，咱们家的给你搞分化。啊，漳州人真团结，啊，都你都免想讲要给你。闽客斗了，漳泉斗了，我斗袂起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而且宜兰的开发哦，啊，即摆宜兰所在一个大吉、二吉、三吉、四吉、五吉，这都是东西开发的名称啦。好、哦，哇，有十六吉，哇，所以就是。对五吉了，要七八九十十二安尼，到个十六，哦，啊，这对五刷无啦，哦，也够低啦，哦，这无去捡骨的哈，也、哦、所以也够低啦，哈、哦，啊，那捡骨都拢放弃啊嘛，四声吼，啊，即摆是啥款？真大组啊！吼、啊，叫伊来面政府。好、啊，1808年吼、哦，闽浙总督吼、哦、来台北吼、哦，放假。孟加是安尼写法啊，对，即卖万华啦吼，五华等即个机会，户口租户户口名簿清册，吼、哦，拜托甲卡马兰编入去满清政府统治下，吼、
阿尼也在避免不劳而获啃手出现。哦，阿多伊都伊都经过什么公文呐、啊？这其实哦，经过两年，第1810年，他准设立，甲他国不离三章。该依然为作满清的国土之来，吼、哦。到个1875年，看嘛，咱地名才改做宜兰。所以，这宜兰的开发慷慨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东部的开发嘛是慢慢啦啦，吼、哦，哦，1693、1696、1717。孟加，孟加是原住民人的一个独木舟了哈。这都、就是这聊聊开发了，这东部哈聊开发哈，小关系。哦，即马在即个。花莲遐吼，也过一条溪吼，也未开发好。这条溪吼，是荷兰人经过遐时有发现到金沙，甲鸡蛋河同款，都流金啊沙，拄到风台了有金啊沙流来。啊，但是到个今仔日也无去开发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遐也过金矿的。啊，伫金龟礁的金矿哦，可能开发个差不多啊啦。啊，但是最近哦，澳大利亚的迄个人造卫星甲你照落去，伫金龟礁遐一个有金矿，伫海底，啊，看你要安怎挖啊？哦，所以。台湾也过真侪宝藏地，啊是伫也过咧来对，即卖也技术吼、哦，要落去挖遐深的吼，可能力不及回啦。好、哦，啊，今日就讲到这，安尼做一个段落，感谢各位。加起来，加咧。各位先等一下吼，咱的妇女会。